哎，我想知道王继德君在干嘛，他君在那里说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我在跟水友聊天，又还没开 BP、哦、那我在问什么，就是在问梗，因为我问了一个朋友说他在干，他今天干嘛，他跟我说他今天忙了一整天，然后他跟我说做了母猪产后护理，那个我懂梗，但是给趣多多数巧克力豆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梗啊。我没看到什么东西吗？由 BLG 对阵上海 EDG， 看一下 EDG 今天的 BP 吧，看能不能赢一手。感觉坚持到30分钟就算胜利，怎么说 ？BLG 这五张脸下手没轻没重的，觉得之前赢的很艰难，而且必须要阿乐起来。打到现在好像唯一赢了一场就是阿乐武器那个 C 了那一把。对对对对，那张好像是我姐说的。我顶不住了，我看到这个 TES 这个 HACHEZ 兄弟的弹幕，我是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了。你是真的牛逼，你是真的牛逼。但冬天也不是说每天都要洗头吧，前天洗了。